太平洋上的两个台风拒绝跟强皮都增强为中度台风了。不过最要关心的就是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拒绝。根据气象局的最新预报，拒绝路径往东修正，扑台几率也大增。气象局表示，拒绝未来持续增强，不排除增强到强台。明天起到下周中心要登陆菲律宾陆地，对台湾影响程度也要看下周一北转角度跟台风强度而定，不排除会发布海上或是陆上警报。目前看起来拒绝未来动向变数还很大，但明天开始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，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，下周可能会全台有雨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。